中古我属采取方时间与遏制。什么是遏制？什么是时间？时间不等于遏制。如果不被强调，不被提取，时间与流磨然而去，遏制属于时间，但又从时间之流里摇取。有忧伤的遏制，有欢乐的遏制，有轻快难熬的遏制，也有疯狂与荒唐的遏制。那时时间变成了滑梯齿轮，也变成了火焰与烟火，在时间的舞台走廊翻滚腾起。有被人赞美的遏制，有被人诅咒的遏制，有被人刻意遗忘的遏制，也有拜神与拜鬼的遏制。所有伟大与平凡的人物，帝国与王国，都想在一去不回的时间之流里建一道堤坝，开一扇闸门，刻舟求剑，走南打水，多么愚蠢。